在学校我们会用 AWS 所提供的教材来教导我们的学生。那学生可以使用很多的，比如说像 Hang on Lab 或是我们的线上的课程。那在我们的老祖先的说法中说，这个做永远多胜过于说，所以我们很希望学生可以透过像这样的实作课程来学习到非常多的技能。那这都可以帮助他们在未来找工作中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就。那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在校了解他们到底在学校的过程中必须要学习像什么样的技能，那可以透过 AWS 获得什么样的成就，那这都是他们未来可以预想而到的远见。